啊，他这个是可以做那个的，可以画。我昨天碰见他那个就是写字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在这。他写的那个写字的那个，上次过，上次开始交房贷不是？不是，反正他说昨天那个那谁，哎，是这个。不是，这是买，现在买。昨天他也是在这个屏幕上，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。那不对啊，那上一知道这个，然后点这个就可以写了，然后那个笔就可以在屏幕上画。哦，对，嗯，是的，哎，是的，是可以插图，它下面。应该笔也的可以插吧？我一点插图，笔也应该也可以插，或者后面，还是后面插，别插。这也不用，可以返回，然后它就没有了。还有一个点，就是可以撤销的吧？还全部擦。因为我昨天也是看那个吴老师，是吧？对，他告诉我，他还是一个比较那个比较方便的，就是标注这个的。我都太喜欢用这个笔，我就直接一般用这个，用这个也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鼠标那个啊，也可以的。其实跑出来上课也蛮好玩的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以前就做老师的。不是我没太多时间，我要送孩子去上学啊。那以前你在学校里头教这个？对呀、啊，我以前在南京教书。我觉得现在当老师挺好的。当老师不如这个。是，啊、嗯，但是可以兼那个的。现在当老师不是可以兼的吗？兼职吗？那也不是，做老师，老师毕竟是以学生为主，跟这个还是有很多差别。就我们这个讲，你要我再讲，我把讲发给高中去做那个理论讲，这个东西毕竟还是操作上的。设计当中，我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就是告诉你我是怎么设计的，把我的设计思路给讲。嗯。但实际上项目跟当时一样，但是项目是可以举反三的。我们老师是在外面，他干啥的？到时间过来上课，是吧？哎，你现在在的那个设计院是在哪里啊？那个长寿路常德路，有嘉兴广场，就那边是吧？嗯。哎，那个叫什么院啊？新华。新华呀，对呀、啊。嗯。新华设计人房也蛮多的呀，但是它本身新华不光设计人房，它也设计别的呀。没有，那边是二所。新华二所是设计别的，就是这些工匠。嗯嗯。然后我们那个一所基本上都是人房。那你人房？我以前也当时到人房里面去了，嗯，
到地下院，地下院好，但是好过得很，地下院比我们好过。对啊，他这个工资，而且他每一年干活都是重复的，无所谓，拿项目的项目都看嘛，说明啥都套用的，什么都可以套用，大样什么套用，就是套用的，但是那个地下院比我们好过，好过。那像你们，毕竟地下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老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是我从那个事业单位分出来就不好，不是好那个。那你们现在像你这样工作两年的，年薪在里边啊？没有，我才去了一年半。啊、一年半。对，你去了一年半也可以来，你去了一年半在那边，那工资养活你自己上没有任何问题，对吧？对对。工资有十？没有。十万有吗？没有，这个超不过的。所以说，在这因为以后还要考虑个人问题，不可能去一直在那。对对对，相当于一个养老的地方了。对对对，那倒是。哎，那也是比较那个的啊，比较痛苦。你住在浦东哪里啊？交平河。你就住在交平河啊？啊，这里呢？等会儿回去我可以带你回。你也在交平河？我不在交平河，但是我那个往珠大嘴方向去的，在民生路。哦，我以前一直是在，我不是来上海，我住在海事的。是吧？现在我是住在那边的。我从那边几点，然后因为上海房子，我本来刚买房没钱了，一个月基本工资就2000块钱，又不够，然后我就坐上学校，乘上学校，乘了今年六月，一直乘了1年多。啊，然后搬出来了。搬出来就在北平租的房子。租房子好贵啊。那也是跟你同学合租的。我们四个人住，便宜。四个人一住多大的房子？就两室一厅的那种。两个人一个房间。嗯。那还好，反正现在也没结婚，无所谓，没。主要是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。对。哎，那两室一厅的房子要多少钱？我们住那个两厅四，还算便宜的。两厅四还算便宜的。嗯。我估计现在要2500。因为我看那种精装修的房子，厅倒是蛮大，就是一个像那种，但是那种都2800。那2400对你们一个人来说，就是加起来一个人300块钱，四个人嘛，四个人不是？四个人房子一个人600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现在还有，那倒也是。800块，然后你上班还要交通呢？交通公司报一，三个人报150，其他的剩下的不够我自己。那其实，还要再吃饭呢。对，吃饭就是晚饭。生活压力还是挺大。但是有些呢，就应该都在家里过吧，还好一点。那你们还会做饭？我不会做，我就管买菜洗碗。他有两个会做的，他俩轮班做。那你同学他们也都是这个行业吗？有一个是，还有一个做设备。他另外两个是我同学的同学，因为他读研嘛。你同学是学的什么专业？他以前我们一个大学的，就是只有这个专业，两个专业。读研的时候学的制导，考的制导，毕业了现在。那他现在做什么？他在那个煤炭企业做那个石油化工那方面的工程。那个是属于特种的。他们说不用动手，石油内部消化就拿到。施工也不按他们出。对，是有一些，但是他们我也有同学，他们在做针对的那种，也比较可以。还有一个在这里做技术，做技术，这里做技术工资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怎么样吧？他今年刚去，5000是吧？不到后来，你在新华只拿2000，基本工资啊。
基本都是这两天。那一个月拿到手会有多少？一个月，天天来就是六七千块钱。其实不算多了，因为到年底了，年底的这个季度就会多，就不会。像前期的话，像今年这种情形不好的话，前期都没什么效果。其实地下要比我们好多了，我没干过时候，他们干的还是蛮多的。因为他们地下院人嘛，地下院他们是属于可能比你们重视系统里面的，对吧？包括那些审查都是他们去接受审查的那种，所以他们都归类的会多一些，而且地下院门他本身也是多的，所以肯定会好很多啊。我估计，反正我觉得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，人房跟他的样子吧，也不是太好。他现在成立了一个制作地面项目的，然后选的时候我没过去，因为我不想做地面的，我不想选他的，因为没人带，没人带，就是没有一个有地面的，就是会做地面的人去带你去做。为什么是外请的？是包给他们做的。那他们上面这种情况，虽然没有想做那个，就应该要考虑到的。他跑，我们跟你说，就是像我现在，我在联创嘛，我们有很多同事，然后我有他们刚毕业的，我带的徒弟，像他们教华的呀，同系的呀，其实本专业毕业的。像这种项目做过两三个，后面各种类型的都做了，就是。然后像你一样，十万多没有，在上海生活不下去，我估计就是了。对，真的，因为你想想租房子，你不用那些，像我那个，我有一徒弟，他租房子这块两千多。他单独住的，他单独住的，两千多一点吧，然后那个啊什么吃饭，自己的话拿一千多，所以这种慢慢来吧，也没什么那个，我们比你们进的这个就是，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，那个价格那么高。基本工资还是可以。现在有。我们继续把这个三层，就是它到六层的时候，华人房源分区的话，我们这个是怎么来算？怎么来算这个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其实那我们不划分这个房源分区，不划分，其实就说明这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共同之说了，没有共同之说，就是说对于你这个大空间来说，我的总的排烟量要满足要求，对吧？所以很简单，你就把它一个一个都出来就可以了，就都出来，它不划分房源分区，但是。它还是有天然的房源，对吧？还是有天然的房源，所以我们一起可以看看这个东西。就是比如我们就看这个区域，像它的这个房间，这个因为这个是建筑的这个。被墙分隔了，这个叫影院附属用房，对吧？这个区域呢，然后它是超过300平方了，这是肯定的。你看这个面积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是要做自然排烟，它是要做排烟的。那么排烟又分两种，自然排烟和气排烟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这个就是
因为你看这边有这么多窗户可以开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这边呢，其实也有这么多外墙，有这么多窗户。这边因为处理的时候颜色上了，我们这个呢，如果要看的清一点，还是可以看这个。嗯，看这个啊，它的建筑图，看建筑图，这个是单层的。那你看，它这个全是可以开出的窗户，但是再说了，它的层高它也不高的十几米，对吧？也没有。这当然我们遇到超高层建筑的时候啊，其实你看超高层建筑它的开窗面积不会超过10%，就很少很少的一个开窗。一个窗户，它都是啊，就是那种，因为它那种高超高层，你想想，不要说别的，就是你就到了100米，你把个东西掉下来，你想想最上面会造成什么危害，对吧？所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但是我这种低的，我这个上面开个窗户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很大危害的。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区域来说，我就是做自然排列，那么我不考虑这个范围内，对吧？然后对于这边的这个区域不好意思，喂，所以其实对这个特定的区域来说，对这个特定的区域啊，这种高的它9米的，对吧？超过6米的，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头，其实很简单，其实比华丰环形天很简单，就是我多开几个口，把所有的面积都上之后，就算上它的这个面积，那从这个房屋卷帘开始，对吧？我只要是无窗的，没有窗的，对吧？那这有窗的，这个房间我不兜，对不对？这边也有窗的，我又不兜了，然后从这过来。对不对？这边，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它又有窗了，但是我这是走道来的，管你有窗没窗，我还是要把它走进来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地方来，然后这边影院嘛，我们是要单独做的，所以我也不去考虑它了。反正里面都有影厅啊，影厅里面，对对对，影厅因为它的那个计算的面积又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个，因为你看啊。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门的，这个是一个门的，所以我要把它收掉，因为那一块就是另外一块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这个影厅的 ，OK， 我这又有门了，对吧？我这又收掉，然后我要把无窗房间在这边都是有窗的，包括这个跟走道相连的这一块，我要把它收上。嗯。这块的面积，对吧？这块门口的面积，我都把它收上。收上，大概收一个。我不要担心这些小角上我没收上，因为我到时候可以放一点一样。对吧？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多收了一点，那也无所谓。这个的面积是700多，对吧？对，700多。然后一样的，我还是乘，我这个乘多少？我这其实乘的就是60了，对吧？我就算我对，是走廊的，所以我这个720，我就算750吧，对吧？我60。15000，对不对？15000。然后你看我这个做的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一层我是这么大面，我设了几个排烟口嘞？那个的先不扔啊，那个先不扔，我先说。啊，
这边一个两个，对，就设了一个，对吧？设了一个区域，然后这边一个区域又设了一个两个，我这个地方的培养就解决了，就解决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基本上也是都是满足居民，那我其实那你看我的总共培养量这边是24000，两个14000的，这个就28000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啊。然后实际上这个是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14000，然后实际上就是说我这个45000嘛，对吧？45000就是除以四个，啊，就这么多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我放大一点 ，OK， 我肯定是过关的，对吧？我哪怕就是漏掉一点点，所以我这个就满足要求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处理办法，就是你不是担心这个。我担心30米不足嘛，对，我就用这个画个圈，30米的，只要一般在圈里面啊，或者说这个基本上也都能满足。然后实际上可以验证一下，尽管你看啊，你看它这个尽管它这个地方是这样的面积这样来的，其实一般像这个也都能满足。啊不，这个 I 长度有点超，没有，我这个把这个画在这个角上面，我其实可以不用画这个角。就这样的话，这还是长，我看看啊，这还是不应该这样。那是这样，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存在那个，这个就算是长了，其实实在不行就把这个排烟口往下再拉一点，往下拉也是可以的，啊，所以实际在设计当中呢，就是这些东西一定要去复合你的长度上会不会超，这个是比较关键的，啊，这个其实实际上是不能忽视，就不能去给自己这个找麻烦。那么这个走道呢，其实这样一来就是说，我这一块的走道的面积算好之后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建筑图之后，你就可以看看，其实别的地方也都是这个道理一样的，对，来量。那么下面的这个走道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关于影厅是怎么来算的，影厅是怎么来，其实影厅的这个排烟的计算啊，也是比较简单的，相对来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影厅，首先它的面积它是封闭的，对吧？对。它的面积是比较固定的，所以这么说来的话，其实这样做的话还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，它是面积固定的，而且它是按90或者它的防护它很高嘛。它是取两个最大值的，所以实际上它的计算也很简单，我把它面积层高体积算出来就是了。我这个里面啊，你去看我这个实际上很多都是13尺来为最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高度很高。你来算一个，我们就挑一个算，你看看我们这个，我们就挑这个影厅的面积吧。啊，其实我不需要挑，那我的面积在这，3号不要量了，建筑的观音洞厅325.61，对不对？我们算一下，325.61，按94。然后按90平方的话，高度的话啊，就是这不能高，这个跟高度无关了，单位面积的这个换这个立方体，对吧？
那么我就用这个乘90 OK， 我是这么大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论一论它的面积是这么大，然后它的高度，对吧？高度我们刚才算了，这个地方是9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以9米来算。然后宽基尺度是34，对吧？其实它的差别在哪里？其实你拿9×13，你比比，比90大还是小的？其实它的高度上，对吧？对。你的这个它的差别在哪里？其实差别就差在这儿，九，这个，对，所以我说嘛，我这个都是根据13来算，3万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说他说要取大值？那你看到了，20000和38其实差还是差很多的。这个就是因为我的层高，但是你去算算，如果我的层高是6米的时候，就90为大，对吧？你看它不是30次啊，它不是60次啊，它是90次，因为它是人类的啊。为什么90？所以其实你在记这个的时候，还是应该去很好的记一记这个。那我们这个因为我做过好几个人的呢，所以我就记得它的差别。一般常规是60、120，这个是94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它的这个是13来的，向来算的。所以这样来说的话，就是你这个系统上应该是也是很好计算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很好计算。然后我们看看啊，我们看看。那我们复刻出来，这个是325.6米，然后我这个，你看，它这个我看看啊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它是3万多，它是32000。对的。我刚才计算的时候呢，忽略掉一个，其实它不是全部都是9米，因为它是有坡度来的。啊，下面是一个像阶梯一样。对，是有阶梯一样的，阶梯一样的，所以它的这个最后计算风量呢，是32000。这32000是比我这个面积乘90是大的，对不对？你面积乘90是29000啊，嗯，对吧？对。你去掉这个，因为它是这样的嘛，你这个地方是9米，对吧？你这个后面就没有了，后面的高度上，可能后面的这个正常的高度就来了。后面的高度就来了。当然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啊，个人觉得就是你把这个风量啊，就算加大这个烟量，就算加大3.8万，嗯，也没所谓，对吧？对，也是可以的，也不是说绝对不容许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也是可以这么做的，没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。Thank you.
三号馆头。这个呢，当初可能这个我在这个在设计的时候，可能也是考虑不要把这个风机的风量弄得太大，所以是把下面这一块的体积是扣除的啊。因为你想从道理上来说，就是毕竟我这个高度上也是高的，对吧？我这个高度上这个坡度上去，其实它的体积上来说的话，你根据建筑的这个坡面上来说的话，我的体积在这个坡度，它毕竟还是个梯形的，最高的地方可能九米都没，可能只有四五米，对吧？嗯。如果按照这个梯形的这个角度来算，就是对于我这个来说的话，对于我这个关东厅来说，它肯定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这个厅。对于我这个来说的话，可能就是它就是一个这样的，就是观众厅高度上是这样，高度上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一个观众厅，然后底下的话，它可能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，当然我这个可能还是往上上来，可能它的体积就是。至少要把这一块再扣除掉，对吧？把这块扣除掉，那么它这个体积的话，比如这个角上，这个角，我这个观众这个的长度的话，我看啊，这个扣多少啊？像啊，直接扣一个三角，扣一个三角的话，你就想想，我这个地方刚才算出来它的体积的话是。比如这个的体积，这个算他们乘的，就是这个是2900对吧？2900，我要扣掉一个三角，因为它的高度是那个九，我再量一下它的这个大概估一下这个。它现在这个长度是20米，我就算这个吧，就算座位这一块，13米9嘛，对吧？扣掉一个13米9，然后我们就算是13米9，再伸出一个，就算相当于这个，13米9对吧？这个，然后就升上一个，看一下这个坡度，13米9，如果算，34米多，对吧？这个面积。就是把这个体积呢算上，这个是多少啊？这个面积是27、28，然后它的宽度是多少啊？
八。420了。那就说这个地方就只有，如果只有420，就是2510.49，对吧？2510.49乘13。我符合一下它这个刚数值的设置。啊，3.2，对吧？正好是把那个扣掉。所以它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。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这个项目啊，还不是我具体计算设计，具体设计还不是我设计，是我徒弟他们设计的。但是最后图是我看的，有些东西我像这些我在看图的时候，我在审核他们的图纸的时候，我会复核的，特别这些特别的计算，我会复核一下他这个以哪个为准，哪个为那个，啊。然后这个基本上计算了，反正那32000多啊，那这样计算应该是差不多是这个，差不多是这个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它可以，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具体设计当中，就是可以把它再放大一点，不用做的很抠，这样来说可能就会好一点，对吧？好一点，因为你选你的这个设备的时候啊，或者选什么时候都比较方便，就以后最后别人审核到你的图没有问题，对吧？那么同样的就是我这个呢，因为里面的那个你看那个里面的那一套的那个，它对于两个房间分区串联的时候，它也是要添加的。就像说这个图里面的吗？对，你看他那个，你把这个技术测试拿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再看一下，就是他这边其实是有条文的，是有里面的那个设计规范里面也是有的，就是同样的这个，它只是单位面积的排烟量不一样，但是它如果是要两个房间分区的时候，其实它也是一样的。叠加上来，因为我要保证是两个房间进去嘛。只要保证两个。就关于前面我讲的，它保证两个房间进去的那个，其实这个包括内走道啊这些，它都是有说明的。就但是你看啊，就是这边如果我们但是两个是两个以上房间分区，单位排量是大于的啊，并按最大房间分区面积。对，就这个，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你还是要来那个。那么一样的就是补风，我们是要跟着它来的。补风，我们每一个系统里面它的这个补风是不能小于它排烟量的这个50%的。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这个补风它都是有的。有，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补风基本上都是它排烟量不是50%，而是80%左右。我的补风量是排烟量的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的目的还是有一个，因为其实影院本身啊，因为影院平时做空调的时候。里面的空调呢，因为它人员到时候很密集。里面做空调的时候呢，一般现在里面很多它都是直冷式的，不是那种说就是可以做排风的。那我这样呢，就可以把排风和补风接了。就是说，在我不运行空调的时候，我就用我的这个防排烟，因为我的排烟和那个的系统很浪费啊。我不可以不用开空调，但是我开这个东西。同时我也可以试我这个是不是有效的，对吧？我平时就比如过渡季节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开空调而开这个通风了，对吧？开通风
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办法，就是我把补风补在这个后座或者补在走道上面，然后我的那个排风是在前面排的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我影厅观众走了，在西场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可以通过这个大排烟量、大排风量，把这个影厅里面清场，就类似于像气味全部都去掉，空调的状态它的，以后就是等到观众来的时候再开空调，对吧？这也是一个作用，就所以实际上对他来说，这个通风还是比较有用的。就是说这个当初这个呢，其实一个也是做的多了，因为好几个影院公司都是电影院啊，影院的这个管理公司在实际动了，然后刚好这个做大一点，烟量不大吧。他说我其实先平时排风也用。那你就是那个你就是排烟就按排烟的做，然后到时候当排风用的就可以，然后补风的话也是当新风进去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嗯，但如果那个太小的话，他就说如果我的补风量很少，他光排就有时候对这种门啊什么东西不太好开，对啊，负压太大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这个其实以后也是可以再做的，做这个事情也是好好的，可以直接在你的工作当中遇到的时候，这是一种项目是可以把它弄出来的，对吧？嗯啊。然后这个设计当中呢，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样？就是有没有发现我这边有管传变通风的？有，要加软件。啊，要加软件头。这个其实因为你一直在做设计，他们还是知道一个加软件头。然后如果是变形缝的两侧，其实还是要加防火阀的。加完软件再加。规范上是有规定的。穿过变形缝，当然它是有三种方法。嗯，哪个三种方法？一个加防火阀加软件，还有一个就穿变形缝有一条单独裂出来。是这样的，变形缝的那一条单独裂出来，你看到是哪里？建规那边是有的，这个上面其实也有建规的一些内容，消防防的那个。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变形缝啊，它有几个处理的。变形缝，比如我们大的商业的时候，它不牵涉到跨防火分区，你知道吧？嗯。不牵涉跨防火分区，那么这种变形缝，就像我这种变形缝，它是不牵涉跨防火分区，它只是一个沉降缝来的，因为商业面积特别大。对，它要这个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可以不加防火阀，只加变形的，也能防止它的沉降对我的这个管道有那个啊。我所说的在变形缝，如果它牵涉到跨防火分区，或者说它有隔墙的时候，它隔墙未必是防火阀，但是未必是防火墙啊，但是它还是要加防火啊。这个是因为它的防火墙在变形缝的两侧都要加，而且还不是一侧加。嗯，然后这个是这个要注意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其实当初我们在出这个图的呢，是因为比较急了，而且一些主要求。但是实际上从我个人出发，我不太建议用这个板式排烟口啊。板式排烟口呢，其实是有不少的，因为板式排烟口你就看它的动作，就是要么是边旋式，要么是中旋式，大部分都是中旋式。它是这样，就是一个排烟口，它是一个口子是雪平的，然后掉下来是中间旋的，它是噌上一掉，就是排烟口这个口子有一半是塞到这个管进去的，那么就影响这个特性的吸口吸风的。你想想很简单，如果我在这个端头的地方，它是如果在端头它是中旋的，对吧？中旋它就啪掉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应该选择哪种中旋，应该是这个中旋，就不能是这个中旋。但是有很多就降下来，明白吗？这就不影响，但是有很多施工单位
他不懂，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就选了那个中学，那个中学不就只有把他就一半年级。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这种百分之百，那要是像刚才讲的那个两个房间分析共用一套系统是吧？那个控制的话，用这个板式不是方便吗？对啊，是吧？那个桌面的话，不是，那桌面是百叶，就是不方便。作业也不是因为百叶很方便，作业其实作业窗口它有一个执行机构，也是有关的，对，执行机构可以关的，但是像三个对可关可关，对，就是那个呢，可能放家长会介意，那你要接那个对控制这个也要接的，但是这个呢价格便宜，因为它的动作简单一些，就都贵的，但是这个像就是都可以的。那这种呢，还用设置那种手动的关部开关吗？也要设的，也要在那个墙面。它有的，有可以的，有的啊。只是它的就是它的内部机构比较简单啊，它不是靠那个要一定要有一个四通马来把它调整，它可以动一调就可以了啊。弹簧的，它是弹簧的，拉上去就可以，掉下来就可以。那个是要它动作的。对，就要四驱马达那个的，这个就是弹簧一个机构这样来的，就没有那个控制精准控制复杂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然后，那么排烟其实这一块基本上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整个的排烟。那么排烟呢，同时就是平面出来了。我们的系统图就一个个可以画出来了，系统图包括排烟的和防烟的。对，防烟用我们地下的这个，那你看我们地下的这个是怎么接上去的，这个都需要有，对吧？嗯，啊，这是这么回事，就是系统图，首先我们肯定是系统图和平面图定到对上的，然后画图的时候设备要编号，你看设备编号里面发现，我设备编号两个一边，我这样查出来就很方便。对，面上有这个，我刚才查出就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，一定要那个，因为我们这个啦，是讲课，实际上呢就是，跟我们平时的单位里面带徒弟是一样，平时的单位带徒弟呢就是啊，比如你是我徒弟，我肯定会给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做完了，我要看一遍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首先做这个时候，我给你一个同等项目的这个来做。其实他们我一直也要这样来做，因为毕竟还是蛮长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花时间来好好做这个东西。但是有一个不同，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三三，我们那个呢就是在单位里面在图片就是还是一直全跟着我的，跟着我那么我寸头不带着他。开会带着他，什么都带着他，就是那个就是对全程的人。那这个呢，因为条件所限，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还是一直来尽量把它做得更对你们更有好处，更能够体会到这个实际当中去。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啊，课程里面都增加了一个就是你共同怎么设计要点，就是尽管没跟别人碰，再跟你碰，但是我们会告诉你怎么碰。其实讲课我们也一直在讲，然后说明怎么写，然后再讲解一个冲突。如果我的话应该会有曲线，那你们画的这个有曲线啊，就是实际上我是希望向你们回去这个作业里面也好好做一做，好好做一做先弄一弄，然后这个系统图这个就是这方面。还有一个就是在做图的时候，这个图例也是非常重要，就是因为怎么标准，图例就像什么，就相当于我们其实我觉得是什么，就相当于一种语言，就是我们做图例，就相当于我们中国，你想同样的是做出的，各国院的程度不一样，这就好比什么？就好比我们大陆和台湾，大陆和台湾，大陆用的是简体中文，台湾是繁体中文。对，你细看的也能看得懂，可是你实际用的时候，你再细看它，你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所以台湾人做的写的东西和你还是有差别的，要反映一下。只有你经常这样，可能你会好一点。所以我是讲的，就是说图例这个东西，在做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下，包括其实一些防烟防滑的，对，功能带它是怎么用的，常用哪些，其实这个，就这个我要简单给你说一声，就是防烟防滑，其实我们常用的就是 FDH
FVD 也去，还有 M， 然后还有 ME， 这是气密气密 ，MEH， 还有 NECH 和 BECH， 别的都是比较少用的。然后这个其实看这个就很简单了，你看 F， 那它每个都有功能的，那 FBCGMEH 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是吧 ？F 就是防烟防火的，啊，你看所有的这个里面关于这个的 F 的啊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它不是没有这个功能，它是有，它把这个 F 给省掉了。嗯。所以这个我们叫防烟防火阀的功能代号，它只是把它给省掉了，但是它都有这个功能，知道吧？它都是有这个功能的，不是没有啊。它只是没写而已，它是有。然后 D 是风阀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也不是说像这些就没有了，它不是风阀，它都是风阀，只是它省略掉了。所以你看这两排，管它有没有，这两排的功能都是在的，防烟防火的风阀，对吧？对。那么但是 C 这个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有就是有，你看到了。C 它就是那这边有不带 C 的阀门为常开， C 的就是常，对啊，不带 C 的是常开，对吧？那这个就是常闭的，很简单啊。然后70度的这个关闭的阀门可以不写阀体代号，但是高的就是带阀体代号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然后 B 是远程手动， M 是反阀体手动，对吧？对。然后 E 是电动的，一个手动是电动的，对吧？开闭。然后 V 风量调节， H 是高温，这个 E 这个 E 的是可以不写的。所以我们这边就看了 F E 阀，它是防火阀，是风阀，这是肯定的。然后70度啊，150度是用在哪？是厨房油烟啊。然后那 FD 知道 FDH 我们也知道280度，对吧？然后这样一来啊，我下面 FVD 和 FVDH 也知道 V 嘛，就加了一个 V， 比它多一个功能，调节功能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结束了 OK。哦 ，B E B，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什么？是 F B E B， 对吧？对对。我有这个功能，我都有。那所以 B 嘛，很简单，远程手动，对吧？对。E 电动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手动，可以电动，对吧？那是 B， 对不对 ？B D D 嘛就是这个呀。是不是？就可以远程手动了，可以远程手动和电动的这个防烟防火阀。那 B H 就是很简单，我们70度了，280度可以远程手动，对不对？那么 F E V 这个又简单了，我不需要远程手动了，我是阀体手动。我要电动，然后我 V 嘛，我要先调节的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我是70度的，对吧？然后 M E 这个就有一个要阀体手动，然后因为 M E 和 M E S E H 这个是气密密闭阀，所以它要有一个电动快关，再为电动开的这个功能。所以这个就比较特别，我们把它叫做气密阀，它这个一般都是远动远程的，因为这个在气体灭火系统上用的比较多，我们叫气体灭火，就是我们在比如这个房间要做气体灭火装置了，那么气体灭火嘛，它的功能，它的这个气体灭火的它的这个。
这个它都是用不燃的气体把整个房间呢充实掉，把空气排掉，然后达到灭火的目的，对吧？这个一般消防上是百分之多的。那么我们暖通要是给它做气体灭火和排风的呀，我的房门，如果我的房门一直是开着的，这个气体不可能充实进去，因为我那个房门它会排掉的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所有那个管。